状态非常轻松。好，我们接着来看上半第六局。对，这个落点变得好了，哎，往偏反手再偏一点。所以说，同样是侧上侧下，说你一定要注意在落点上变。漂亮！我们看到这马龙反手啊，现在在主动去顶上去了啊，开始啊借不上力，对方轻，所以说现在的反手能够顶上去。我觉得这个对反手这块现在啊解决的比较好。其实孙文现在你让他主动进攻，他能力也不行。对。你让他连续拉三个，你看他自己也就打借力球。对，他打借力球。那一比三，好打。4-1-3。他打一个鼻子。3年の時に遊びしっかりフォアにフォアにフォアにポイント止めるだけやだからショートショート日本男队呢现在是一支非常年轻的队伍，他们的平均年龄呢是在85年出生之后的选手，所以这个队应该说在这次亚运会当中，他排在除了中国男队之外，他应该排在第二号。你像韩国队，韩国队毕竟呢是在体力保健和体力上，现在是单子中当中还排第二。哎，一分钟后对，咬了，他就是轻描交替的，不是？这就是说，马龙。在场上的局面呢，马龙已经能够掌控到这个驾驭。在场上能够取得这种主动权了，那么他的发挥呢也比前面更加随意一些。对，现在你在看的感觉就是说，你哪个环节里头啊都觉得有球。刚才哪个环节都觉得心发虚，都觉得虚发虚。你看现在的反手，对方也不敢对。漂亮！这个球是乒乓球比赛当中啊最好看的一个球，就是你的想法和对方的想法直接是相反的。你想着他的算到他了，算准他。你要侧身，我就给你正手了。漂亮！现在都是基本是属于崩溃的边缘。他这局啊，这场比赛要输的话，也就是。第四局是关键，这两个球，对，孙平现在软了一点点。7，跟高秀平的这个比赛对决，他就给你这一次机会，对，如果你抓不住，抓不住就对不起，对不起，下面就全是我的球，就是。回摆，拖长。3-7。抓紧啊，还是主动上手，不要啊自己的处理的球就是感觉不够积极主动，哎，要防止最后落后的时候得杀。中，又是一个防守，防守防直线，防对方的空当，这个空当大家看到非常及时。中。8-3，3-8。哎，反手太棒！现在反手，现在反手是基本不丢了。这场比赛，马龙啊也是在这个一
比二落后，第四局铤而走险。那么现在呢，把这个局势啊翻了回来，翻回来了，9-3，大比分领先。变直线。刚才还有这么打，可能就4-0了。一年都有这个过程。我相信这场比赛之后啊，马龙可能彻底的打开了。其实就是说，在前面出点问题是好事。对。你太顺了以后，到最后关键的时候再出问题，可能没有调节的机会。这个出点问题，自己还会好好总结，调整。那这样呢，马龙就以4-2的大比分战胜了日本的松井健太，到了男子单打前8米的比分，感谢韩华指导。接下来呢，我们还会将继续为您带来其他的比赛，女子单打的8分之1决赛，稍后见。